就欢迎今天大家莅临，来自我们的云南的圣女侠观世音菩萨，这位听众在南宁一清宫殿，待会呢，我们的阵头就会回来到南宁馆。今天所有的协办单位来自我们的蹦辣吧活动计划，以及我们的 NT 计划加加艺术创意团队。来哟！还有吗？好的，来，请我们的工作人员，作为中介所移动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拍照喽，VVS9。